爸啊，怎么了小亚同学？哎，老爸，我跟你说呀，什么情况？我刚在楼下打篮球的时候啊，啊，遇到我一个黑粉了。怎么又遇到黑粉了？哎呀老爸，你不知道那个黑粉跟我说，小亚同学你看啊，别人都开了那个传奇版第22弹了，你怎么没有开啊？你是不是买不起啊？我听这话我们气死了。我什么情况？哪位黑粉啊说你小强同学买不起传奇版22弹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老爸今天请你开。哎老爸这么好，行不行？可以。那请你开一盒怎么样？哎老爸，一盒不够啊。那个一盒不够。嗯，两盒够不够？老爸两盒应该还是不够啊。两盒也不够。嗯，三盒够了吧？三盒应该还不够吧？还不够。嗯，那我请你直接开个六盒总行了吧？哎呀老爸啊，六盒啊，我是哥哎。黑粉，你要说我买不起这个传奇版第22弹，我老爸直接给我买了六盒。你看我今天不把那个闪耀赛龙那个 USR 给他开出来啊，我们今天直接来开一盒。开一盒直接开完吧。开完太多了。太多了，那你自己挑一盒吧。这个是吧。嗯，好，那来吧。原封的啊。这封老来的。等一下，最稀有的好像是这张吗？这什么？这张最稀有吧。哇塞，这好帅啊，无限赛罗啊。这个最稀有。全部拿出来。哇塞，那必须今天再开出来好吧。哇塞，这卡包也是，封面也是赛罗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第一刀啊。哎，一张 UR 卡。嗯，来，再看一下，往下又一张 UR。 哇塞，这 UR 这么多。哎，有 US 啊，这 SSR 好吧。哦，这个哦，来再往下走。好， UR 卡终极赛罗，终极什么？皇帝贝利亚。皇帝这也帅啊。嗯，皇帝贝利亚。哇塞，这不比赛罗差好吧。嗯啊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刀会出哪一张 USR 呢？有可能也不会出啊。哎，我一张 JP 卡啊。这个 JP 卡现在是这样子，这是迪迦吧。嗯啊，这一刀就一张迪迦跟一张 UR 卡。嗯，哎呦，不会又一张 UR。 好了小伙伴们，最后一刀啊，这里面呢还有一张 USR 跟一张 AR 卡啊。好了，最后一刀 AR 一张。我去，来在哪里？哇，这个 AR 你看有立体感的，这个现在做工是相当的好啊，不如奥特曼。 UR 卡来看一下，这张 USR 是谁？USR， 来给我看看是谁。终极赛罗，好像是终极赛罗。赛罗，哦不，赛罗闪耀，赛罗闪耀。我去，哇，小伙伴们，今天小鸭同学可运气可真好啊，看出来赛罗闪耀的 USR， 皇帝贝利亚的 USR， 还有一张 AR 卡。哇塞，现在的卡片越做越好了，你们看啊，哦，对吧，太漂亮了。收入你的卡车。嗯，